我们政府、民间、个人，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话呢，我相信我们的土地、我们的地下水就会安全与健康。它的健康与安全，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与安全。所以我们不仅帮助了自己，也帮助了别人，帮助所有住在台湾的人。透过今天的游戏互动，可以了解到我们以后怎么去保护这个土壤跟地下水，让我们台湾的一个土地的品质会变得更好。